告辞了。快到，快点！这怎么了？快点！快点！不。
外面听着，给我狠狠的打。是。求求你别打了好不好？求求你别打了。驼啊给打。是。驼快驼。转过来，闵蒲王，岳太守以飞章奏本，不日便会有剩余下达。太守之意，要蒲王暂缓起兵，待健康有了回音，再行用兵也不迟。听说皇上御体欠安，病情沉重。太守的本章到了京师，会有结果吗？啊，蒲王，你不必多虑。皇上虽然病重，但是路上书侍刘大人内侍主急，外总朝纲禄命大权在握，何愁此事不能办妥呀？嗯，好吧，就依太守之言，我葛昌养精蓄锐，按兵不动。葛昌野心勃勃，骑兵夺占芒关山，现在欲以阿密荀子为人质，破鸠辽首领阿帝弄子结盟。此计不成，又忽然偃旗息鼓，这绝不是好事。龙骧将军运筹帷幄，所料极是。啊，对呀，对。为了奉旨讨伐这些叛逆，为南中除一大患，本将军决定，晋宁、蒙舍、云南各郡以及鸠辽各部落，马不卸鞍，人不卸甲。遵命。蒙舍太守岳朝忠为前路先锋，赵迎春为右路先锋，厉兵秣马，等待时机。遵命。晋宁太守篡松子为后路押运官，总督五府财粮不得有误。遵命。其余各部随本将军大营调遣，随时行动。遵命。龙颜将军啊，怎么太守没有走？卑职有话要向将军谈。请讲吧。蒙舍太守岳朝忠近来行为诡秘，松子放心不下。啊，将军，不久前岳大人派副将侯轩从闵蒲王手里接过十名流浪舞女。哦，他和蒲王没有暗中往来，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呢？这也不足以说明岳太守他另有所图嘛。这请吧，将军。似乎岳朝忠曾上奏章给皇上，参奏南中形势。这又说明什么？奏本人人皆可。啊，请大人速速返回晋宁府，筹集粮饷，听候发兵。这，去吧。好吧，卑职就此告辞了。去吧。
往前，往右，往左，往前，往右，往右，往左，往前，往右，往后，往左，往前，往右，往左，停止。好了，王旅奉陆尚书事刘义康大人差遣，特送代诏一道。谨遵禄命，谨遵禄命。圣上，重疾欠安，朝内朝外一切军国大事皆由禄命处置了。卑职虽远在南中，却心向陆尚书事。刘大人命我将此代诏送至蒙舍府，由你召集南中各府官员宣读代诏。是，此诏皇上恩准，陆命特令龙骧将军即日返回京师。南中总是朝廷自有心命。谢过陆尚书事刘大人，卑职遵命。请。快讲。小人亲眼看见京师差官进入蒙舍太守府，据传朝廷着调龙骧将军返京。济宁太守篡封子，为官清正，忠心不二。我想他的传报恐是真情。夫人不必多虑，皇上要我治理南中，官封四职，怎会听一言片语就拆掉我回京师啊。
说皇命下达，必迎到我龙骧将军府，怎能下达地方官吏？这不是对朝廷的不尊吗？这也说得对。皇诏理应给封疆大吏，怎么能直送蒙舍府呢？夫人别再多想了，我篡世祖上世代为官，对朝廷耿耿忠心，天地可见。嗯。快请，请。岳大人，听说代诏已经拿到了啊？嗯。哦。太妙了！这简直是大喜呀！岳大人，明日就召集各府官员宣读代诏啊！啊？不妥。此诏是禄命代诏，不是皇帝圣谕。并未废免龙颜四职。他仍是龙骧将军，南蛮校尉。嗯，哦，再者，他篡世世代耕耘，威震南中，拥他者甚重啊。那这代诏，此诏要吩咐宣读，先拿下云南太守张进才，他是龙颜的舅舅，然后再引龙颜上钩，逼他反诏。那个时候，龙骧将军在朝廷面前就是反诏的罪臣，不死也得免职。跑！叶大人，你真是妙计定南中啊！谁？张大人。先锋岳朝忠大人不知何故，率领大队兵士已到府门口。哦，岳朝忠。本府不知先锋到来，有失远迎，恕罪恕罪。云南太守张进才，听诏。诏？什么诏？皇上恩准，陆尚书是代诏已到，还不跪下？陆氏代诏？这朝廷之诏怎么会跑到你的手里啊？来呀，在，先给我拿下。是。胆大！我乃朝廷命官，你虽为先锋，怎敢拿我？你想造反吗？陆尚书是代诏。查，南中龙骧将军篡龙颜，平乱不利，治疆无方。一意扩大篡世家族的势力，吞并弱小部族，民怨载道。这从何说起呀？
刀兵重启，生灵涂炭。今特由陆尚书事领南中蒙舍太守岳朝忠监督龙骧将军即日回京，听候处置，其同党一概关监，不得有误。冤枉啊，皇上，你不该听信谗言呐、啊！张进才，你是篡龙岩的亲戚，裙带为官，同族同党。来呀、啊，带走！押进大牢。是。岳朝忠，你欺骗皇上，假传圣命。快快快快快！所见，大人，云南郡城内全换上岳先锋的兵士了，街头巷尾人怨沸腾。完了，完了！太守张进才不幸暴死，城内人心混乱，谣言迭起。为稳定云南郡，卑职只好进兵城内。今特请龙岩将军即来吊唁，以安忠魂。母亲。母亲，母亲不必悲伤，舅舅突然谢世，这是天意，天意不可违呀、啊。这真是太突然了，真是晴空霹雳呀、啊！不管如何，我们都得去吊唁。他在九泉之下，才能瞑目啊！父亲、母亲前往祭奠，而告知。晋宁太守沿途照应，父母大人，马上动身吧。来，走吧，快走吧。
俊将军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啊，敬您太守。啊，请，请用茶，请。好，请。啊，好，请请好，请坐，请请请。啊，此地很凉快。哈，八郡监军一路辛苦啊，请。好好好，监军一路辛苦，请用茶啊，请。金宁太守马匹可曾准备好啊？不瞒八郡监军，松子没有准备为二位换马。哦，这是为何呀？监军有所不知啊，近日接得探报，朱地府太守张应才没有死啊。哦，你说什么？二位大人，事态变化突然，据说不久前朝廷差使王吕奔赴南中，直入蒙舍府，事过半月，蒙舍太守岳朝忠突然发兵云南郡，有这等事？不久便传出岳朝忠代宣陆尚书侍令，将张应才逮捕入狱啊。嗯，什么罪名？卑职差人数次入城探听，均未打探清楚，目前云南城中人心惶惶，以卑职之见，二位大人不可前往啊。金宁太守，这等怪事不会是事实，不会的。大人啊，这些谣传我们也听见了，大人不可信，不可信呐。是啊，金宁太守，快快为我们准备马匹吧。啊，是啊是啊，要留我们在贵府住几日也行啊，待我们返回后再说吧。是啊，现在我们却无此心情，你快快吩咐下去吧。啊，好好，二位大人稍后。 请便吧。这个松子太守啊。来呀，啊，请用茶。夫人，请吧。好。监军和夫人被晋宁太守用麻药迷住了，现正在晋宁。好啊，
你快赴同乐，向窜龙岩报告。我要用窜龙岩的手砍断他自己这条胳膊。是，去吧。蒙舍府参军侯宣奉先锋之命参见将军。站起来说话。是啊，岳大人要小人禀告将军，据说八郡监军和夫人路过晋宁府，被晋宁太守阻拦。哦，大人，并用麻药将二位大人麻醉之后，囚禁在晋宁大狱。你听着，谎报军情是要杀头的。啊，此事千真万确呀。晋宁太守一贯孤傲犯上，自作主张。将军，你快赴晋宁，一切就都明白了。备马。大人，大人，龙岩将军到。哦，来得这么快，走。是。拜见将军。晋宁太守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将军，请息怒。八郡监军和老夫人均在本府平安无事。将军，卑职对岳朝中大人委实放心不下，探马数次探报岳先锋已进入云南郡了。卑职恐二位大人此去中计，故出此下策。大胆！你明明囚禁八郡监军，图谋不轨，事到如今你敢狡辩？拿下！快拿下！快！龙岩将军，你会后悔的，你会后悔的。拉下去，走，快走，快点。什么药？听说已经昏睡了好几天了。
今天才刚刚醒来。松子如此对待二位大人，实在胆大。我已经把他打入大牢，待事情清楚之后再行发落。打入大牢？无言呐、晋宁太守为人刚直不阿，对皇上忠心耿耿。出此下策，实为阻止我们赴云南郡呐、其本意也是为了我和你母亲的安全嘛。是啊，是啊。晋宁太守为官清正，你可不要难为他呀。好吧，待二位大人从云南郡回来之后，再处理此事吧。